1991年9月的一天，河北省赵县的街头出现了几个外国人。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内陆，外国人并不如今天这么常见，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知道，他们来自遥远的美国弗吉尼亚。 时任石家庄市赵县文化局副局长的刘国庆，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门岗，急急忙忙的他就跑过来，看着挺喘气虚的。他说什么？你赶紧下去看看吧，人家那个来了个车，上边有几个外国人，叽里哇啦也听不懂。在那个时候啊，那个外国人还是很少见的，赶紧就出去，出来一看呢，都是白人。 除了知道本格威克他们一行来自于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外，刘国庆还知道，随同他们到来的还有一份宝贵的礼物。究竟是什么让这些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带来的宝贵礼物又是什么呢？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成立于一个半世纪以前。 完整的见证了世界现代建筑的诞生与发展，是全球土木工程界最权威的专业组织之一。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辉煌的建筑成就，并选定为国际历史土木工程里程碑，一直是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主要工作。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认定中国。 唯一入选的建筑奇迹，一座古代石桥。中国是人类拱桥与索桥的起源地，仅历代建造的石拱桥就有百万座之多。这里有离别的桥，有相会的桥。 有才子佳人月夜缠绵的桥，也有凝聚着中华民族悲壮记忆的桥。但本格威克等人的这次中国之行，则是为了另外一座更加广为人知的石桥。 最古老的古桥，赵州桥。赵州桥。赵州桥吗？赵州桥啊。赵州桥。是叫赵州桥吗？作为一座桥，赵州桥在中国享有不可思议的知名度。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拱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 跨度最长的长尖石拱桥，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出版的《桥梁的建筑》一书中，曾这样描绘赵州桥。This bridge is so reasonably structured. 该桥结构如此合理，造型如此优美，外观如此独具匠心。相比之下，以至于使得大多数的西方桥梁显得笨重，和缺乏艺术性。 1962年3月4日，被誉为中国桥梁之父的毛以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散文，称赞赵州桥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石拱桥。赵州桥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是我国宝贵的历史遗产。
随后这篇文章被选入中国语文教材，一直沿用至今。语文教科书让赵州桥成为了一代代中国人记忆深刻的一座桥。赵州桥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世界桥梁建筑中的瑰宝。今天毛以生的这篇文章被刻录在赵州桥附近的长碑上，然而最早让赵州桥扬名世界的却并不是毛以生。这座桥最早不叫赵州桥，而叫安济桥，当地人则俗称大石桥。一个世纪前，它还只是一座普通石桥，在风雨中默默无闻地沉寂了上千年，直到有一天它迎来了一个人。梁思成在中国的学术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不仅因为他有一个革命家的父亲梁启超和一个有着动人爱情传奇的妻子林徽因，更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堪称大师的建筑学者。1931年，结束了留美求学生涯三年后的梁思成加入了营造学社。中国营造学社存世不到20年，却汇集了一大批包括梁思成、李四光在内的知识界精英，他们革故鼎新，掀起了一股清新的田野调查之风，而赵州桥厚达千年的尘土也即将被它吹开。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民生凋敝，营造学社的野外调查也异常艰难。在一篇调查日记里，梁思成这样写道：行3公里，雨骤至，必山旁小庙中，60余指。沟道中洪流澎湃，不可前进。终日奔波，仅得馒头3枚，人各1。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在介绍赵州桥的发现时，梁思成说：我不是通过经验典籍，而是由一首妇孺皆知的民歌之眼，发现了这座精妙绝伦的桥梁。这是一首曾经流传甚广的儿歌，它把华北平原上的四大圣迹串在了一起。就是在这首童谣的歌声中，中国历史上关于古代建筑的一次田野调查开始了。1933年的赵县只是一个如常小县。1933年的赵县人尚不知道这个儒雅的学者将会给他们这个地方带来巨大的声望。这一年，在梁思成学习建筑的美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奇迹金门大桥开始营建。同一年，在自己的祖国，梁思成遇见了另外一座堪称奇迹的桥。1933年11月，学社成立后的第三年，梁思成和莫宗江等人第一次来到赵县，也第一次见到了歌谣里的赵州石桥。
第一次见到赵州桥的梁思成，犹如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恋人。在赵州安济桥调研报告中，他欣喜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感受。我在那里得见这伟力惊人的隋朝建筑原物，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实在赞叹敬仰不能自已。这是第一个发现的，而且后来这个很多专家，包括桥梁专家毛玉生啊，也是这样评价的，都是现在所有研究赵州桥桥梁史的专家，那是赵州桥，那是第一位。梁思成为这次田野考察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地方县志中，梁思成发现了多篇唐代桥名，足以证明赵州桥在唐代已经是天下之雄盛。时光荏苒，石海沉沙，如今这些乐名的原石已无处可寻。在这些因修葺古桥而换写的桥身原石上，我们看到了历代文人官宦留下的诗名题字，从宋金一直延续到元明。这1400年的古堡铭记，也将每个时代的景仰为我们留存到了今天。然而，考证石桥的建造年代和建造者，仅凭文献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要有实物，但这块最重要的桥名石却遍寻不见，这让人不禁心生疑问：它是否真的存在过？它又在哪里呢？在任何一个时代，建造一座这么大的桥，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工程。一般呢？都要刻一个碑，把这件事儿记下来，这就叫桥名。梁思成在赵州桥调查时，曾多方查询一定存在过的桥名石，但终于还是苦寻无果。他这样感慨道：“可惜这名的原石今已不存。”实际上，这只是历史跟梁思成开的一个玩笑。这块刻有赵州桥身世之谜的名石，距离梁思成其实近在咫尺。梁思成调查期间，白天住在赵州桥南端的关帝阁内数十天，而这块名石当时就在阁内，只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也不可能有人知道。大概是宋的时候，可是明代修这个关帝阁的时候，把他出来时候当成住处了，压在那住下边，所以梁成先生的他也不可能是看到这个东西。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在毁于战火的关帝阁废墟中，无意间发现这块桥名石的时候，它已经被雕凿成了筑基石，并且被埋压在了柱子下面，这一压就是几百年。1963年，当梁思成30年后重访赵州桥时，才真正亲眼见到这块当年未曾找到的桥名石。但桥名石上记录的赵州桥却没有名字，只有石桥二字。那么安济桥的名字又从何而来呢？很有趣的是，就是这么一座大桥，它在宋朝之前呢没有一个正名啊，就像那小孩一样，只有个小名，当地俗称就叫赵州大石桥。
那么这个安济桥的名啊，是在北宋的时候，宋哲宗给他赐的名，从此才有了赵州安济桥这个大名号。正是北宋皇帝一次偶然的出巡，赵州桥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这已经是他在风雨中矗立了40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即便赵州桥400年里没有名字，但他注定还是要名扬天下。在回国后的15年里，梁思成考察了全国190个县的2738处古建筑，赵州桥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2部书稿。赵州桥因为运用石料的特例，被收入书中。1937年秋，梁思成离开了被日本占领的北京城，途经天津时，他把赵县大石桥的英文论文手稿寄往剑桥，希望他能在美国发表。梁思成夫妇的好友美国学者费慰梅，在《梁思成和林徽因》一书中这样回忆道。我找到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威廉·艾默生请教，他自己是法国建筑史的专家，恰巧他的研究题目之一就是法国最早的石拱桥，他比他的中国先行者要晚10个世纪。他怀着越来越大的爱好，审视了随稿子附记的精美图画和莱卡照片。他读完文稿，就把手稿寄给权威的建筑杂志《比肩》，并附了自己的推荐信。在1938年1月号和3月号的《比肩》杂志中，梁思成的论文分2次刊出，这也使得赵州桥第一次走进了西方人的视野。此后不久，梁思成的这篇文章又引起了一个英国学者的注意。英国人李约瑟是一位汉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在战时的重庆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他称梁思成为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宗师，并把这篇文章收录进自己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列举了26项从1世纪到18世纪先后由中国传到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科学技术成果，其中的第18项就是弧形拱桥。正是这部轰动了西方汉学界的著作，把赵州石桥彻底推上了世界舞台。特にスパンが37メートルもあるというアーチの石橋ですね。で、日本ではもう今たくさんある作ってきたわけですけども、いまだにスパンを30メートル以上超える石橋というのは日本に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もう当時としてはやはり中国は画期的なそういうような高い技術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は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ね。隋朝存世仅仅37年，短暂的让人容易忽视它的存在，但他在许多方面的强大丝毫不逊色于其后的盛唐。
这条长度为苏伊士运河16倍、巴拿马运河33倍的京杭大运河，就是在隋朝修建贯通的。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世界上里程最长的人工水道。而几乎同时修建的赵州桥，则是这个王朝留给我们的另外一个世界之最。1991年10月24日，赵州桥经受住了极其苛刻的评选标准，和埃及金字塔、英国伦敦塔桥、法国埃菲尔铁塔一起，作为世界历史上最辉煌的土木工程范例，被评为世界第12处国际土木工程里程碑。这也是中国唯一入选的土木工程建筑。当时赵州桥的设计者可能只是在尽一个工匠的职责，他或许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自己的匠心独运，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年不倒的石桥之谜，也让鬼斧神工成了赵州桥的代名词，而他自己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建筑大师。赵州石桥飞鸿高架，苛刻的工程要求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技术之谜？四通之域，华北咽喉，赵州桥修建究竟有多少惊人秘密？独料大将，百工之首，如何推测古桥建设者李春的身世？敬请收看5集纪录片《天下赵州》第2季《赵州神工》。